不稳定那种关系。极不稳定的关系里面就造成了人和人的这个、这个关系呢就变得特别的，说白了不稳定啊，不稳定以后就会出现这种、你的朋友骗你，你的兄弟坑你，你的、你身边的人借你钱不还、啊，就是这种事情是屡、就经常见，而且坑你的人都是你那些身边的人，那就会很难受，你知道吧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，就是说怎么办？你怎么样能就是保持一个你自己的真是很难的。有时候呢，处朋友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有时候就干脆就直接了。所谓直接的就是兄弟先脱了，你爱咋咋地，我脱光了给你看，我就这么个人，对吧？你我也不隐藏，我也不隐瞒啥，是吧？我先脱行不，我先脱啊。币圈在2014年的时候，我不是组织了矿工封闭会议嘛，当时的矿工朋友们挺多的啊，其实就是你现在知道的所有的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我不是当天晚上吃烧烤嘛，就在深圳的一个烧烤店非常集中的地方，就在马路摊上地摊上。我当时候呢一高兴，我站桌子上，我说同志们，咱们太热了，深圳，咱们把这个衣服脱了吧。我第一个就脱了，我膀子一光着膀子一弄，我兄弟就在旁边，这几个都不想脱这个，我就直接拽着衣服就给他们扒了。杨林可以脱，李林、徐明星跟着就脱了，是吧？一个一个的全脱了。脱了以后呢，大家就坦诚相见，是吧？都别那个，都别装逼，咱们就是啊，这个，保持这种真实。现在你已经见不到币圈这些所谓一年赚10亿美金的这些老板们，再到地摊上吃顿烧烤还脱了光着膀子了，因为要注意公司形象，是吧？有钱了嘛？但是我还是当初的我，对吧？我还是当初的我，我就是说，他们随时候怀念青春的时候，啊，想找个人交交心、聊聊天的时候，发现还有一个兄弟在呢，其他的都装逼啊，戴上了面具，但是还有一个兄弟还在，哎，那兄弟呢，坦诚相见就对了。所以当今的社会就这么个社会，我们也就想开点。你不要要求每个人，你脱了他就脱，那不现实，对吧？你脱了他也不脱，对吧？但是我不是说你脱哈，你就不用脱，你不用脱，你跟你男朋友脱就行啊。我是说，我对男同志来说啊，对男同志来说，确实是这么个社会，就是啊，咱保持，保持真实啊，能够跟这个大家这个坦诚相见。最后大家发现，哎，你就这个人是 low 了点，但是呢，哎，挺真实的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你就是慢慢的、慢慢，朋友会越来越多啊。所以呢，我经常总结的一句话，币圈人应该一半的人以上的都知道我的那个理论，叫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”，啊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啊，阅人无数不如。哎，大家留言，我看看有几个能接得上话的啊。阅人无数不如什么啊？来，大家继续留言一下哈。阅人名人之路，他们有的说阅人无数啊。大家居然跟不上节奏、啊、参与哈这个活动，能不能跟上节奏哈？你们大家。不如二爷开悟，这个好，不如二爷开悟。不是啊，哎，很接近了啊，脱衣无数啊，脱掉植入、啊、不如脱无数。哎，你看 Andy 在这里 ，Andy 厉害啊 ，Andy 记住了，阅人无数不如睡人无数，哎，真是这样。为什么叫睡人无数啊？就我那几年在币圈。经常组织中国行。中国行呢
我们当初都是穷屌丝嘛，去了哪儿都是宾馆里面蹭在一起住的，都是蹭住，我跟谁都蹭住过，是吧？就是，所以呢，算是睡对，遍了币这圈的我有听 CEO 他。啊，或者是睡出来了好多币圈的 CEO，以前都不是 CEO 的，也不会有睡出来 CEO。就是说你想啊，跟你睡过的人，你还有什么保留的，对吧？没保留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么回事嘛，封号啊，警报，哈哈哈哈哈！对对对，就这么回事，就这么回事，二就宇这又么得回事。开车所以就是说，越人了，啊！就是将来我要是我儿子生出来以后啊，我们一样，我的儿子这些东西我也教给他，这都是真传，真的最管用，对不对？这个最管用，这个并不最快。那您这样的话，好多网友要打着飞机过来跟您睡改哦。来多了，九寨庄园其实今天的主题不是九寨庄园吗？九寨庄园是个什么地方呢？就对，是说为什么起了这个名字？因为币圈的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根据地。假如说你到了北京，你去哪儿啊？币圈人该去哪儿去啊？以前在车库咖啡，现在去车库咖啡有一个聊币的吗？没有，明白吗？币圈的人没有地方对。聚，都是自己小聚一下，自己聚一下，没有一个聚去了就有币圈的人在那儿等着你的地方，没有吧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好像成都最近开了一个那个，可以边机支付的我一跟你个说咖啊，啡，啊，如果对对感对，兴趣的朋友没有可以长期。去13年到做现一个。在，我自己一直在琢磨事儿。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地儿，所有币圈的人，只要是玩币的，哪怕就是玩山寨币的也 OK，只要来韭菜庄园，哥们儿就给肉烤起，红酒倒起，是吧？哎，弄只大鹅给它炒了，是吧？炖大鹅啊，给它炖了，是吧？想吃羊现杀，是吧？哎，羊杀起，是吧？嫩模是没有，是吧？嫩模你们自己带啊，就是放上电音啊，BGM 八五啊，8875C 啊，咱们就全部给搞二起手来，潮，是吧？保证咱们来了以后，哎，很爽，对吧？哎呀，兄弟们，EGM 啊，EGM，哎，搞得你们热热闹闹的，就是。一来美国就肯定来，人们都会来硅谷。一来硅谷，那肯定就是韭菜庄园。对于币圈的人来说，永远有一个根据地啊！不瞒你说，我这个就是我山里面这片树林里边，你走着走着就看到了，哎，这个树我上面写着这个一个人的名字啊，跑那棵树上我又写了一个人的名字，挂了一个牌儿啊。这山里面有。